眼前这些大大小小的匾额高悬燕子洞的洞口之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惊叹于这神奇的景象。这些密密麻麻的匾额，有的看起来年代久远，有的还面貌崭新，应该是不同时期被人悬挂于此。他们究竟是如何出现在这绝壁之上的呢？为什么要在一座溶洞的洞口挂匾呢？建水县位于云南省南部，距离省会昆明近300千米。早在旧石器时代，建水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目前在建水县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位于县城以东20千米一座名叫燕子洞的溶洞中。这座溶洞拥有高达50余米的巨大洞口，每个来到燕子洞的人首先都会被洞口那密密麻麻的匾额所吸引。匾额是古建筑的必然组成部分，通常被悬挂在建筑物的大门上方或屋檐下起装饰作用，同时反映建筑物的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的祭愿和情感。可是本该出现在古建筑上的匾额，如今却被挂在了一座溶洞的洞口，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特殊的原因呢？为了解开绝壁悬匾的疑问，摄制组找到距离燕子洞仅5分钟车程一座叫马王庄的村子。在对当地老乡进行询问过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答案。燕子洞的匾额都是几位在燕子洞表演攀岩的师傅靠徒手攀爬挂上洞顶的。当地老乡说，在马王庄有一个叫朱林的年轻人，是新一辈采燕窝的人中技术最好的。在老乡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朱林的家。和普通人相比，眼前的这位采燕窝高手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没有亲眼见过的人很难想象他们采燕窝时会是一番怎样的场景。朱林今年24岁，已经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朱林说，由于燕窝采摘一年只能进行一次，因此平时他就靠在燕子洞表演攀岩维持生活。每天上午8点，朱林准时出门去燕子洞上班，开始一天的攀岩表演。
林的表演征服了现场的所有观众，但是这背后是多年的艰苦训练。朱林说，在马王庄攀岩的技术从不外传，都是家族式的亲身传授。从初学到成为合格的攀岩者，朱林跟着父亲学了3年的时间。当时嘛，就是看我老爸爬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想学一下。基本学这个学完，就是比如说这块岩石嘛，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一定要牢记。如果你忘记了就过不去，你过去了忘记就回不来。就是一般基本上就是跟在我老爸后面，他一点点的就教我怎么走，这里怎么走，怎么抓，怎么蹬，基本就是学了3年吧。燕子洞的攀岩师傅们每天进行3到4次表演，每个月有1500元的收入。可是在旅游业没有开展起来的过去，马王庄的这些攀岩者为什么要学习如此危险的技艺呢？朱林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燕子洞中一种特有的宝藏——燕窝。燕窝是一种名贵的食材，人们将其中的杂质去除后，留下富含蛋白质并具有胶质感的唾液，最终制作成可供食用的燕窝成品。燕窝有滋阴润肺、养颜美容、增进消化和肠道吸收力、治疗肺阴虚、咳嗽、盗汗等作用。由于燕窝大都在悬崖峭壁之间，采燕窝就成为了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每年8月份是燕子洞一年一次的采燕窝时节，这时原本在燕子洞进行表演的攀岩者就变成了采燕窝的人。在一个多月的采摘过程中，他们每天都要攀爬6个小时以上，总共能采来数百斤燕窝，这能带来6万多元的收入，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尽管采燕窝收入丰厚，但是和平时攀岩表演的固定路线不同，采燕窝时每天的路线都不相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一般家人是反对采这个燕窝，因为特别危险嘛，但是也为了收入，你也没别的办法，是不是？就是说不要去采燕窝，就是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班，毕竟是每天都爬的，熟悉嘛路。你说去采燕窝，就那路不一定嘛，有很多路要爬，很多地方，那肯定不熟悉。他就说不要去采了，来这里安安心的上班就可以。燕子洞每年能生产几百斤加工过后的纯燕窝，已经成为了国内3大燕窝产地之一。这些燕窝的主人是一群腰身上带有白色斑纹的燕子，白腰羽燕。白腰羽燕是羽燕的一个种属，因腰身上有白色的斑纹得名。每年2月，白腰羽燕从印尼半岛来到燕子洞，完成哺育之后，到8月份就会带着小燕子离开燕子洞，飞回东南亚过冬。白腰羽燕呢，在这个云南大部分山区都有分布。那么它是这个典型的这个夏候鸟。那么每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呢，它就迁徙到这个建水这个燕子洞，主要是以燕子洞为主，到燕子洞这个地方。那么大概到个5月份开始产卵育雏。那么从8月份开始呢，又陆续的开始。这个燕子洞的这个白腰羽燕呢，它首先是把这个洞口相对最好的位置把它占据掉，那么第二批来的呢，就
稍微差一点的。那么最晚来的雨燕呢，它可能就往洞口的最深处里边飞去。那么这样呢，可能它会影响它觅食的这个时间呢、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庞大的种群数量为燕子洞带来极大考验，严禁调查其他溶洞是否还有白腰雨燕的身影。南天一绝正在播出。雨燕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了四个脚趾全部朝前生长的脚。白腰雨燕起飞提供足够的落差，它筑巢的位置呢，普遍会选择一个相对位置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筑巢。那么所以呢，在燕子洞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白腰雨燕的巢穴呢，普遍都是在这个洞口50米左右，然后离这个地面50米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发现的这个白腰雨燕的这个那个巢穴呢，是最密集的，大概每平米可以发现10多巢。李小龙说，燕子洞高大的洞口能让白腰雨燕轻松完成起飞，是他们选择在此栖息的重要原因。那么燕子洞的深处是否依然和洞口一样高大开阔呢？如果燕子洞内也拥有高大开阔的环境，那么是否也会生活着白腰雨燕呢？李小龙带领我们向燕子洞深处继续前行。燕子洞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已经探明的洞内深度达到了1200多米。在游客开放区，燕子洞的高度虽然比洞口低矮了不少，但是空间依旧十分开阔。在这里，白腰雨燕的鸣叫声大大减弱，数量明显少于洞口。继续往深处前行，这里还没有对游客开放，溶洞的空间也越加狭小。当我们来到一处仅能容纳一人俯身爬行的洞口时，通行的道路到此戛然停止，大家只能弯腰爬过洞口。穿越洞口后，
空气突然变得潮湿而闷热。对，这里是一个高度不到十米的小洞。经过仔细观察，四周并没有白腰雨燕或其他生物活动的踪迹，只有各种形态的喀斯特溶洞典型产物。那么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段呢，就是鹅管。那么在这儿也有一个，在这儿也有一个鹅管。那么你看，在这儿是有水可以滴下来的。那么鹅管的形成呢，一般都是那个地表水从这个溶洞的这个表面的这个裂隙开始往下渗透，渗透以后呢，水中的二氧化碳和这个岩的和岩盐里边的这个碳酸钙发生这个溶蚀反应以后，那么在滴水的过程当中，它不断的这个滴水，一个是蒸发，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段中空而且相对比较均匀的鹅管。那么随着鹅管的发育呢，我们会发现它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逐渐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形状，变成了一个石钟乳，或者我们在那个顶部见到的这个形状，那么就石钟乳。鹅管也就是钟乳石发育过程中的最初造型，它们自洞顶向下生长，上下大小基本一致，呈空心细的管状结构。除了鹅管，这里还能见到形态各异的石笋、石钟乳。在一片宽大的结晶物前，李小龙停下了脚步，轻轻敲打这片薄薄的石片，就能发出清脆的声响。在洞穴学里边呢，这个是叫做石棋。那么它的形成的这个过程呢，跟这个石钟乳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说，那么石钟乳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水滴的方向是垂直往下的，那么这个石棋形成的这个过程呢，是水朝着一个面这样形成的，水是朝着一个面这样往下流，那么水蒸发了以后，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石棋的这个形状。这里是一个由石棋、石钟乳、鹅管等喀斯特溶洞景观组成的燕子洞内的小型溶洞。与游人开放区的明亮喧嚣不同，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完全进入了一个黑暗世界。李小龙说，一旦没有自然光线，白腰雨燕的视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只选择自然光线能够照射到的地方筑巢。因此燕子洞深处阳光照射不到的洞穴就没有白腰雨燕的踪影。白腰雨燕觅食，它需要光源，包括它育雏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这个光源，包括这个一个较为良好的这个通风条件。那么在这个相对比较深入的这个洞穴里面，白腰雨燕进来以后呢，第一个是不方便它觅食，然后再一个呢是增加它外出洞口觅食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在这个整个飞行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没有任何的光源，所以实际上白腰雨燕不会轻易到这个地方来的。当李小龙带领摄制组继续向溶洞深处步行了约半个小时之后，轰鸣的水声渐渐传入耳中。循着水声走去，原来是庐江河在燕子洞内的一段支流。庐江河在这里的流速和流量比起流入洞口时要小了许多。哇，太深了。穿过河水，我们再次进入一座小型的溶洞之中。在这里，李小龙发现了一条干涸的河道。那么这个在地面，在这个溶洞那个抬升之前，它可能是一个地下暗河的河道，或者说它这个流那个地下河一直在这个地方，曾经在这个地方流过。那么在这儿有很明显的，你看在这儿有岩石的阻挡，流水到这儿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漩涡，然后就把这个位置呢就溶蚀出了这样的一个坑道来，然后流水继续走，顺着洞壁过去，都有很明显的这个流水走向的这个痕迹，都有很明显的流水走向的痕迹。那么地面抬升以后，流水呢继续往下侵蚀，沿着这个地面的缝隙继续往下侵蚀，那么这个洞就变成了一个干洞。大家顺着古河道摸索着前行，
在进入另一个小型的溶洞之后，古河道突然消失在一个垂直洞面前，也阻挡住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出于安全考虑，李小龙决定考察到此为止。这里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洞隙，一个裂隙。那么它是因为这个流水不断的这个侵蚀，不断的溶蚀的作用下形成的。那么从这个裂隙下去以后呢，它可能又溶蚀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过来。如果这个呢，在洞穴学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垂直洞，或者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竖井。那么如果要再从这样的一个垂直洞下去的话，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比较适合的装备，绳具啊。然后锚点呢、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适合的技术。那么作为平常的这个探洞的话，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最好不要再继续深入下去了。同时要探这样的洞的话，肯定还需要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员在前面带路、来保证我们的安全。这个洞大概有多深？我们现在这个洞，那么按照这个的话大概有十多米深这个样子。经过对燕子洞的初步考察，我们证实了燕子洞独特的结构恰好满足了白腰雨燕苛刻的筑巢要求。燕子洞属于典型的喀斯特溶洞，这样的溶洞大多是因为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当石灰岩被溶蚀出现洞穴后，随着地壳运动，原本在地表之下的溶洞被挤压抬升到了地面上，而洞内的地下核继续溶蚀，造就出多层的溶洞构造，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燕子洞。2亿年前呢，建水地区就变成了这个陆地，并且呢延续至今。因为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海面上上升起伏，那么就形成了一个较厚的这样的一个碳酸盐盐群。那么当含有二氧化碳的水从这个地面地表这个裂隙侵蚀到这个地面地表以后呢，与这个碳酸盐发生这个溶蚀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在2亿年前的建水燕子洞呢就开始发育了。燕子洞的特殊结构吸引雨燕再次筑巢，这些腰身长有白色斑纹的雨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类？南天一绝正在播出。李小龙说，之前发现的干涸的河道很可能是庐江河水量充沛时在燕子洞中的一条支流，它们往往分为上下多层，呈不规则状分布。李小龙认为，庐江河不仅仅只是燕子洞中的一条河流，它更是白腰雨燕选择在燕子洞筑巢的一个关键原因。白腰雨燕是一种对巢穴的卫生条件要求极高的鸟类，所以上百万只雨燕住在同一个溶洞中，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难题——粪便。这么多白腰雨燕每天都会排泄出数量惊人的粪便，一旦洞穴内积累下厚厚的粪便，那将是它们绝对无法忍受的。因此，白腰雨燕需要燕子洞里有一个天然的清洁工，那就是庐江河。贯穿燕子洞的庐江河每天能带走大量雨燕粪便，避免了粪便在洞内的积累。通过卫星地图可以发现，庐江河的上游也是从一座溶洞中流淌而出。这座溶洞距离燕子洞直线距离10千米，当地人称其为岩洞。通过之前的调查，我们知道白腰雨燕对居所环境的要求是要有河流经过、高大的洞口以及开阔的内部环境。那么既然岩洞中也有庐江河，岩洞会不会也有白腰雨燕的存在呢？为了证实岩洞中是否也存在白腰雨燕，摄制组决定驱车赶往岩洞。
当李小龙和摄制组到达岩洞时，耳边并没有听到任何白腰鱼雁的鸣叫声。李小龙在洞口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仔细寻找，希望能发现羽毛、粪便等白腰鱼雁的活动痕迹。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最后再做一次确认，最后再做一次确认，就是通过这个岩壁上是否有这个白腰鱼雁残留的这个羽毛，或者在地上可以发现这个白腰鱼雁的一些粪便，来最后来确认这个洞会不会有这个白腰鱼雁的存在。通过仔细寻找，李小龙和摄制组在岩洞的洞口内没有发现任何白腰鱼雁活动的痕迹。此外，岩洞洞口的高度、洞内的开阔程度都远不如燕子洞，这样的环境显然不符合白腰鱼雁的筑巢要求。那么从这个岩洞的情况上来看呢，岩洞相对于这个燕子洞的洞口的高度呢，相对比较矮。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岩洞的这个高度呢，大概最高的地方呢只有十多米。那么这样的这个高度呢，实际上不利于这个白腰鱼雁它这个筑巢、这个采光和这个躲避这个天敌的。最完美的诠释。曾经燕子洞周围荒山林片，洞内游人如织，燕窝过度采摘，导致白腰鱼雁的数量远不及现在。如今在当地的努力之下，附近的荒山变成了片片树林，游人进洞数量被严格控制，采燕窝也只允许一年进行一次，白腰鱼雁的种群数量恢复到了近百万只。这一切说明，只要尝试改变，愿意做出努力，人类和动物一定能够共同创造和谐的地球家园。